这就是肉制品加工车间，我们的烤肠、腊肠、腊肉都是在这里生产。猪肉经过分割打碎成泥，再进行搅拌调味，冷冻入味一系列流程，就可以开始灌肠了。通过灌肠机将调配好的猪肉打入冻物肠衣，一条条烤肠就出来。工人再将灌好的烤肠放入高温烤箱进行蒸煮，这是熟了的烤肠。 进行分割就是一根根的烤肠，这种烤肠不添加防腐剂，所以它会经过液氮冷冻后再包装，最后再通过冷链送到你的手里。